李安导演的儿子李淳日前被拍到和一名女子甜蜜约会，据悉对方是名化妆师，两人已经低调交往三年，感情世界相当神秘的李淳对于自己的私生活很保密。没想到近日他拍完戏收工后，被拍到和一名女子一路有说有笑，即使女方戴着口罩也挡不住两人爱意，直接来个口罩之吻，和一般小情侣并无不同，毫无避讳，入人眼光。据传该名女子是影视幕后人员，比李淳大6岁。两年前两人因合作作品而相识，稳定交往近三年，依旧互动甜蜜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